第三个表现啊，女人看看哈，丈夫也看看，我们请示母来念哈。好，第三点，缺乏女味，表现在丈夫不想亲近，太强势的女人比较以自我为中心，脾气暴躁，为人固执，个性倔强，态度强硬，以为以这样就能够让丈夫屈服。男人与她相处久了，渐渐的会丧失了亲密感，变得再也不可爱了。其实，真正强大的女人乃是有人格魅力的女人，谦卑柔和，善解人意，人见人爱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事实，这是我们做得到吗？我们是否真的有这样强势的毛病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要邀请我们的丈夫帮助我们，不是纵容我们。当丈夫纵容我们的话，就等于陷害了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强势的女人都比较自我中心，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很容易发脾气，脾气很暴躁，为人固执，你讲来讲去都讲不听。啊，让我告诉你，我自创了一个广东话跟英文字，特别针对那一些呢不受教的人，叫什么呢 ？Not gongable， 这些人不讲得的 ，Not gongable。有些人你一讲他脸色就变了，啊，你讲了他很固执也不会改变，啊，个性倔强，态度强硬，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丈夫屈服。那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女人在婚姻里头呢。确实有这样的毛病，用自己的脾气勒索自己的丈夫，用自己的顽固强硬呢让丈夫屈服。错的时候永远呢你发现都不道歉。啊，丈夫妻子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，在你的婚姻里头，每一次闹僵了是谁先认错。上个礼拜我问大家是谁说了算，对不对？就是在你婚姻中主权掌握在谁的手中，谁说了算。那回头今天呢，如果要问是谁先认错，这表现出一个人的强大，也表现出一个人的固执跟强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做个女人，你发现认错的永远是你的丈夫，不是因为你成功，而是你的丈夫非常的成功，非常的爱你。那一个强大的这个不是强大，是强势的女人呢，一般上都缺乏女人味。丈夫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去闻一闻你的妻子有没有女人味啊。那其实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是吧？女人味就是很特殊的上帝所创造的男女的区别。一个男人看到一个有女人味的女人呢，那感觉表现是非常不一样的啊。一个女人看到一个有男人味的男人，表现也非常的不一样。男人味绝对不是你的汗水啊，你不洗澡那种的臭味。男人味呢，也有男人一番的表现，男人的强大，男人的温柔，男人的体谅，男人的包容，这就是男人味。而女人味也一样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开始发现你的丈夫不太想亲近你，他觉得没有了那种的亲密感，他发现你也不再可爱了，那就是非常可悲了。女人要记得，永远要当你丈夫面前最可爱的女人，千万不要成为他眼中最可恶的女人。我在说心里话，盼望你听得进去。我们再努力，也不是化妆给外面的人看，而是呢，我们把最好的一面给自己的妻子看。丈夫可以说阿门。有时候我也会说师母，哎，师母你在家里哦，好像就是觉得说很自由啊，没什么需要打扮，为什么你总出去都打扮得很好，把最好的一面给别人呢？啊，所以妻子们呢，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在丈夫面前呢，扮得可爱一点哈，扮得值得他爱一点哈，不要要求我睡醒那个样子，你娶回来的就是那个样子哈。那这样下去呢，迟早呢，你的丈夫觉得你会缺乏女人味哈。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有很多的器官啊，来去有感觉啊。其实一个女人如果真正呢，要稍微打扮一下，要稍微穿着好一些，稍微的个性温和一些，这就是真正女人的魅力。谦卑温柔，善解人意，忍见忍爱，哪一个丈夫要这样的妻子呢？可以举手吗？谦卑温柔，善解人意，忍见忍爱，你不要吗？哼。